本にはある一つの伝説がある。たくさんの人々が集まって怪談話をする。一つの話が終わり、隣の部屋に行き一本のろうそくをつける。100本のろうそくをつけ終わったら100匹の鬼が出てくる。でも100本目のろうそくをつけて帰った者は誰一人としていない。你们好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。这里不被允许说出名字，所以我们都要好好记住彼此的脸。我们每个人讲完一个鬼故事，就到隔壁仓库的房间，点一根蜡烛，然后走回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游戏一旦开始，就不能中途停止。违反规则的话，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这里前阵子发生的事，你应该也知道。我先讲一个好了，就是那是我爸跟我分享的一个鬼故事。在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啊，阿兰是一个卖花的女子，然后在她晚上要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然后她的眼睛被刺穿，她逃不走。电梯的门突然打开，她看见一个坐轮椅的小女孩，她的脸全都是血。那继续吧，快结束。我要去买东西吃。哎，不要闹了，早就说不能中途离开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不用了，我们必须继续玩，快来不及。出来！哎！啊！
过，就是打不开这扇门。那间房子太大了，就在他的怪物身上散发着恶臭，离他越来越近。他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脚非常的酸，而那怪物还是一直追，一直追。怎么可能啊？那怪物应该是他家的鬼吧？哎，我们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我们去把蜡烛洗掉，然后去吃个宵夜什么的吧。不用等他吗？受不了，先回家了吧。